十一。后面好暗，感觉我们生活在一个洞穴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化妆，然后准备出门了，主要是要出去做一个美甲，因为我之前就是黑色的嘛，就觉得已经有一点点的看得有点腻了。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我需要去重新买一个粉底液，我现在大部分的粉底液都比我的肤色偏黄，很尴尬。我基本上是从高中开始吧，就是在加州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会开始一直有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，比如说是什么啦啦队啊，或者是排球啊，就需要在外面训练嘛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肤色其实都会属于比较偏自然，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就是比较黑的那种。当时其实就是尝试过一些，如果说是把粉点白会怎么样，之后就那个白就是假浮在脸上，然后像那种灰色一样的贴在脸上，就特别不好看，所以之后我就放弃了粉底假白的这个，就是我的粉底都是最 match 我脸的这个肤色的那种粉底嘛。就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这个粉底上脸就是特别的红，好，给大家看，就是是黄的，奇怪，就这一块就是黄的，你看。我最近变白是因为前段时间 Olay 的 PR 给我寄了他们新的那个产品，这是该给我放哪了？哦，在这儿，就是这一个小白瓶。哎呀妈耶！Olay 的这个小白瓶，当时我是看他说是那个功效上面嘛，有那个熬夜去黄，我觉得就是熬夜之后那个脸色很黄的话呢，如果说是能够白，就是透亮一点，就会显得人比较有精气神。结果后来用到后面用着用着，突然发现我变白了，因为我用了大概有2周到3周的时间吧，然后结果突然有一天自拍的时候发现我的脸比我的脖子要黄，给我变白了，我居然美白了。哼哼，这样一说话，你现在背着我偷偷美白。老郭他比我白，他之前比我白，你咋白的来？我是不晒太阳，我是五白的，真是五白的。后来去问那个 PR， 我说你们这个产品是美白吗？他说对啊，我们产品是美白祛斑的。然后我说熬夜呢？他说熬夜也可以去黄啊。那为啥不早点跟我讲？你用啊，我就摆在这边。因为后来我去网上查了一下它里面的成分嘛，它里面成分就是烟酰胺，对 ，Cyptonic， 还有然后 Cypy White， 哎呀，反正看了一下就是美白的成分。因为我大概是用了2到3周的时间，然后才突然发现自己的粉底好像色号现在完全不对劲。所以如果说是有想要美白的同学，然后你们在用美白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使用周期，就是不要期待有任何一款产品我今天晚上用了第二天就会变白。我个人是用了2周半快3周的时间吧，也真是谢谢这个 PR 让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变白了。我们两个好脆哦。脆是啥意思？就是啊，好像是昆明话，就是那种非常的艳丽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在忙吗？不忙，忙干嘛？请你能不能帮我看一眼我的眉毛有没有花期？你明知道我会说什么的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在我后面，齐了。Are you sure？觉得我下一次的视频可以做一个铁皮，然后空瓶。我铁皮了好多最近。我们两个会不会画得很像啊？眼妆？会，你用的是那个小盘吗？对啊。那完了，是一样的。而且我们两个用的颜色也一样。大红色啊！你又打？我也加到了一下我自己。今天是不是服？不适合化妆呢，会不会有点不太大？不会啊，就都是暖色的呀。给你涂完你看看，挺好看的，我觉得暖色。
真的有点像我们两个。眼妆吗？很像啊，都同一个颜色呀。Hello 大家，我们现在出发，然后要去新天地买一个饼底面，手自带自拍杆效果。哦，你不信你拿来试试看。那就你拿吧，这个。我不要，太累了，给。因为拿相机的话，哦，快过马路，手要很稳。14、13、12、11。他殴打我入眠，放纵。哎，放什么厥词？大放什么？说什么胡话，明明是你自己熬夜。没有，那是因为我们打麻将，我们太惨了，我们二缺二，两个人打麻将。这个人可以做到玩了四局炸胡两次，然后玩了一把下来，两手牌，一手大相公，一手小相公。我也是不明白为什么能办。但我另外一家确实是胡了呀。对，那家确实是胡了。炸胡炸的脑子没了。我做好了，就是这种白色，然后这个小姐还在做。今天我们做指甲的这里是林俊杰专场，这个光线有点迷，就对啊，就很酷啊，这个 BGM。 对，我们回家应该就是看一下电视，然后我需要剪视频吗？剪视频。就这么爱油炸？对，对的，我们在家就是这么的吵。我放我的音乐，他看他的综艺。我明天要上班。OK。反正明天也是我独自在家的一天。比心，我去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准备就是。快速的护肤，就开始剪视频啦。那空的有什么用呢？谁知道你，我摆在那边了哈，你要用你用。好的。我要用一些啊，因为预防我今天晚上要熬夜。熬夜不好。OK， 我的相机马上就要没电了，因为我现在好像看到红色的那个灯在闪，那我就。哦，它真的在闪，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吧。